小姐选美大赛，下面都是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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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三号好，我喜欢三号。我看应该是十五号。不好不好，十五号不好。你们俩这么好色呀、啊？当然有人不看我。怎么了，东阳？爸，我是不是长得不漂亮？没有啊，我的女儿长得非常可爱啊。又是可爱，我就知道，哎呀，我听不出来呀、啊，我长得不漂亮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东阳，你怎么哭了呢？啊？哎，不漂亮有什么可怕的啊？这漂亮终归是少数，不漂亮那是大多数的，大部分人都长得很平常。我爸觉得呀、啊，一个女孩子聪明可爱，你比漂亮还重要。你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姑娘，是不是啊？爸爸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行了，你别安慰我了。我知道我长得不漂亮，我长得不漂亮。你跟爸跟你说，其实你长得挺漂亮的。上一次你到我们单位去，好多叔叔阿姨都说，哎，这是谁家的女孩啊，长得这么漂亮，将来肯定能当电影明星的。我当时没敢告诉你，我怕你骄傲。你看看，我的女儿还真以为自己长得不漂亮呢。啊，这是老爸犯的错误啊。对呀、啊，下一个，憋不住了吧？下一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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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一个。你烦不烦呀、啊？我才不想当什么电影明星呢。好了好了，漂亮女儿，赶快吃饭吧啊！是我菜都凉了，快，来，请进。把电视机关了吧，我不想看了。怎么看了呢？不好看，我不看了。还不是呢？谁说不是啊？就是。老妈呀、啊，是怕选美大赛刺激我。妈，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，我才没那么脆弱呢。其实告诉你们吧，今天我也刚刚得了一个选美大赛的季军。嗯、啊？真的？那当然了。什么选美大赛啊？是我们初二五班的选美大赛。你们班也搞选美大赛？谁主持啊？刘老师。嗯，一定是苏老师。都猜错了，是我们初二五班的男生偷偷组织的。他们趁女生不注意的时候啊，偷偷选出来的。赵小薇得了冠军，叫美丽小姐；莫西恩得了亚军，叫智慧小姐。我得了季军，叫青山小姐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不是我们班同学去。哎，你们班的同学很有眼力，我的女儿嘛，一定要进前三甲。那你今天回来为什么不高兴？还说自己不漂亮了？今天他们选了以后，他们男生有好多人觉得我不漂亮，他们争论了半天，不过最后我还是当选了。别人说你有没有信心了？那每个人的审美观点都不同，有争论那也是很正常的。啊，你看，最终表明你们班男同学呀还是很有眼力的，要是我选的话，一定选你当冠军。赵小薇和莫星比我漂亮多了。谁说的？在我的眼睛里啊，我的女儿才是最漂亮的。这话我爱听。
早上好，小朋友，请问您需要什么？哇，姐姐你好漂亮哦！谢谢，请问您需要点什么？这是我的弟弟，今天是他的生日。哦，小朋友生日快乐！小朋友生日快乐！哦，他是个聋哑人，他听不见。嗯，好可怜哦。我们家里很穷，买不起蛋糕。弟弟每次过生日都要来到蛋糕店里看蛋糕。他很懂事，不会吵着要吃的。真是又可爱又可怜哦！要不我送一块蛋糕给他？啊！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！弟弟不肯吃别人送的东西。哎，不过要能送他一顶王冠，那他就会很高兴了。没问题。生日快乐！浩弟不高兴，您能不能再给他两个，让他多高兴两天？当然没问题。来，拿着。谢谢你，漂亮姐姐。谁说我不吃人家送的东西了？你看人家姐姐多善良啊，说谎是迫不得已的，咱们再趁人家蛋糕吃，我会良心不安的。你少来，刚才你看蛋糕的时候直流口水，你以为我没看见呀？下次我可不装聋哑人了。好好好，下次我装，行了吧？纸王冠已经到手了，今天中午就能正式颁奖了。好，下课，起立。同学们再见。啊！大家等等，都先别走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向大家宣布。出我的首届选美大赛，昨天下午正式举行。咱们男生组的评委参加了本次大赛，大赛取得了圆满的成功。哇！太厉害了！下面我们进行颁奖典礼，本人隆重地向大家宣布出本赛的最终结果，您的获奖选手颁发王冠。哦！真的太厉害了！等一下，我来看看。三位获奖的同学，哎，您把皇冠都戴上了，这证明我们班男生对你们非常欣赏啊。大家自发的选美，发现和肯定同学的优点，这非常具有意义。行了行了，您别高兴得太早，我后面还有一句，但是。这也会伤害到其他的同学，引发不必要的矛盾。我看大家都已经看到了，我还是希望同学们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，毕竟你们现在在上中学，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，所以初二五班的选美仅此一届，下不为例。
干嘛？你们还不服啊？说实话，得到这顶王冠，我心里还挺得意的。哎，虚荣，虚荣，虚荣，真是太虚荣了。以后可不能这样了。我冉东阳应该做到宠辱不惊嘛。选美风波之后，小魔女一直都是独来独往，谁也不理。开始我还生她的气，可后来我越来越为她担心了。她会不会是真的受了伤害呢？唉，没办法，因为我在心里还是把她当做我最好的朋友的。小魔女啊，小魔女，你就快点把你的颜色拿出来，让大家看看吧。只要你自己能好受一点。下周将举行全市中学生奥数竞赛，学校要求每个班派出三名学生来参加竞赛。那我和树老师刚才商量了一下，已经定下来了参加竞赛的选手名单，请树老师向大家宣布一下吧。代表我们班参加本届数学竞赛的同学是吴冕、莫希尔、南科梦。请这三位同学放学以后来我的办公室。我同意。你有什么意见吗，刘洋惠子？我觉得既然是代表班级参加竞赛的话，那就应该挑数学成绩最好的去参加。我的数学成绩并不比南科梦的差，为什么不派我去参加呢？所以我希望能和南科梦 PK， 胜了参加竞赛，这样公平一些。PK 就 PK， 我才不怕呢。刚才舒老师也说了，这个学期呢，刘洋惠子的数学成绩的确是进步得很快。南科梦去年参加奥数竞赛发挥很稳定，所以我们准备接受你的意见，让你和南科梦公开 PK， 决出最后参加奥数竞赛的名单，好吗？同学比南科梦同学早完成十秒钟，所以呢，本次 PK 刘洋惠子同学获胜。恭喜你了，下次再加油。小魔女，祝贺你，谢谢。小魔女还生气呢，没完没完了还。你不要打扰我好不好？你有没有发现我在积极备战呢？我非要给你一些男生一点颜色看。你还真没完了。哎，大家静一下，魏大将军回来了。哎，他们考得怎么样啊？你让自己问吧。老大回来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只考一个第五名，有福中望，有福中望。哎呀，老大，全是第五呢，您就知足吧啊。妹妹，我事呢。啊，第九。哎，不错，也进了前十名。嗯，不错。鼓掌，鼓掌。哎，对了，小魔女考的怎么样啊？你们还是自己问她吧。小魔女，你考了多少名啊？
要给你点颜色看，这就是我的颜色了。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来点鼓励嘛！小仔仔，你有什么吩咐吗？拿出来吧。我借过那东西吗？王冠。王冠？对，王冠。难道你不觉得我应该得到你王冠吗？啊，应该，太应该了！哎，早就到了。三毛女，你实在太酷了！哎，不这么酷的话，怎么镇住这些男生呢？哎，三妹，三妹，干嘛？咱们先说好了，今天我可不装，要不然我就不跟你去了。上次你聋哑，这次我聋哑，哪有一天聋哑一天不聋哑的？我才不管呢！碰上军豆豆这样没有一点奉献精神的小心眼，还能有什么办法呢？为了给首届初二五班的选美大赛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，为了给小魔女的超级之作一个满意的精神补偿，我高大威猛、英俊潇洒的鲁肥肥，只好牺牲自己，亲自扮演一次聋哑人。初二五班首届选美大赛评委组的慎重研究，决定授予小魔女奥林匹克小姐称号。那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小魔女上台领奖。现在授予王冠。不就你买方便面得到那卡吗？他不好看，他怎么当的明星？怎么当的美女？怎么进那个方便面里的？你倒是给我拿点好看的看看呀！哎，你看看这张照片，这什么呀？这个？哎，这才是生活中的美女，比你那些涂脂抹粉的真实百倍啊！不行，这人一老啊，真是可谓人老珠黄，皮都肉软啊！你再说一遍。年纪一大呀，真是可谓的人老珠黄，皮都肉软啊！什么？李敏，没事吧？没事。李敏，你给我站住！告诉我，为什么要打架？说。这是不是你的妈妈？我一猜就是这样。可以理解，不过吴敏，有一句话我要告诉你：靠武力去解决问题，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办法，尤其是像你这么聪明的孩子。瞧你都猪，
他说我妈不好看。人家也不知道那是你的妈妈呀。再说了，你是带着感情色彩去看那张照片的，人家肥肥只是单纯的比美嘛。这么说，你也觉得我妈不好看？要是单说漂亮的话，你的妈妈可能确实比不过那些大明星，他们毕竟是从全世界精挑细选出来的那么几个美女。不过要论气质的话，我觉得你的妈妈更胜一筹。真的，你的妈妈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高贵的气质，这可不是一般美女所能拥有的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怎么样，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挺好的，我和我妈在一起挺开心的。爸爸还经常来看你们吗？和以前一样，每次回来都看我和我妈妈，还给我妈买礼物呢。那这样挺好的呀，说不定爸爸妈妈还能……我问过他们，他们的答案都是一样的，他们只适合做朋友，而不是夫妻。哦，那和我的爸爸妈妈差不多。是吗？他们现在都成立了各自新的家庭，但是他们的关系比以前更亲密了，而且每次见面的时候，再也不会因为一些琐事再去吵架了。就是，我爸妈现在也不吵架了。所以说，婚姻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复杂了，它能让两个原本陌生的人变得相依相偎的亲人，也可以使两个原本相爱的人变成陌路甚至仇家，真的是让人琢磨不透啊。我以后要是结了婚有了孩子，我就绝不离婚，因为这是责任的问题，而不是感情的问题。臭小子！喂，找谁啊？南柯梦。你等一下啊，南柯梦，电话。来了。来。南柯梦，是吧？马佳，我家出事了，你快点给过来。出什么事了？你就说呀。那个，在电话里跟你讲不清。哎，算了，你别说了，我马上就来，你等着我啊。好，拜拜。爸，我有急事，去不去下一趟？哎，你干什么去啊？我去充电去啊。他就这么一直哭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就打电话给你了。马家真奇怪，竟然找我来给他带妹妹，我能出去。怎么办呢？南柯梦。算了。既然已经来了，就不能打开窗户，要不然他以后便不那么崇拜我。没事儿，他俩一定是一个人在躺久了，不甘心才哭的，是不是啊？我们哄哄他就好了，他有什么名的？这叫马田。嗯，好。小马田，不哭了，你看什么颜色？有红的、黄的、蓝的啊。没想到跟小孩子沟通这么困难，不知道我小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难沟通。怎么办？我也帮不了你了。如果小马天再这么哭的话，你一定会出危险的。怎么办？对了，这冉冬阳，冉冬阳是不是带过孩子的？这个
电话呀、啊，给我，阿姨你给我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！哎呀，爸，你评评理，这么大的电视是不是应该让我管呢？你看我爸都点头了，你还说什么呀？我就看完你的，我就看完你什么？怎么了？你看你这完美脸呀！喂，南柯梦啊，出什么事了？你在哪家去啊？哦，好好好，那我马上过去了，你等着。哎，拜拜。妈，天助你也。妈，佳佳是有点事，我赶紧过去看看。你可以安心的看你电视剧了。是什么事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过去看看，几分钟就跑到，你不用送我了。走了。注意安全啊。知道了。孩子呢？啊？这么小的孩子？我还准备给他讲道理呢。你不是这么大的孩子的吗？没错，我是带过，可是我带了一个三四岁的小不点儿，没带过这么小的呀。完了，完了，这是彻底的完了。马佳，让我试试吧。乖，小宝贝，不要哭了好不好？还在打呼。哎呀，你老这么哭也不能改变什么，对不对呀、啊？乖，如果你老哭的话，就会变成你眼睛肿肿的丑八怪，就不好看了。下一个嘛，下一个。哎呀，不要哭了嘛，好不好？乖，听姐姐话，不要哭了。他不听我说话。哦，不是，可能是他听不懂我说什么吧。那怎么办？怎么？爸爸，哎，要不然问你们脸吧，那可怎么怎么带孩子啊？他不点子多吗？没准还能帮上忙的。怎么了？助理呢？阿佳，吩咐吧。你们家卫生间在哪儿？我上趟厕所。检查到物质。大家去哪里了？哎，你身体怎么样？你手术怎么样？你怎么连这都不会啊？你还是女生呢。那你来啊。我是男生，我怎么给他换尿布啊？换吧。哎，你看这地上还有屎呢，咱们得先给他洗干净，要不然他一会儿又该哭了。我可不会洗。你怎么什么都不会呀、啊？还当哥哥呢？我才不想当他哥哥呢！我一点都不喜欢他。好了，行了，咱都别吵了。咱们大家现在不是讨论喜欢不喜欢他的问题，现在是讨论分工的问题。你们三个人，一个人抱孩子，一个人擦屁股，一个人打水晶，听见没有？那你干什么呀？我是总指挥，负责指挥你们。他分的是弄毛。我不敢抱他，他太软了。我去打水。那我给你洗屁股吧。那我来抱宝宝吧。
怎么抱他呀？怎么抱他？算了，就把他当面巾抱咱们得出来。老家，他平时都吃什么呀？这谁的？他才多大呀，还没长牙呢，他能吃什么？只能喝牛奶。大哥，去把那个奶瓶上一下。老家，去把奶粉拿过来。软的跟凉的，反正你负责逗宝宝玩就行了。笑一个嘛，笑一个啊！怎么还哭啊？笑一下啊！你那是泡奶瓶的水，先在奶瓶里放水，再放奶粉。看看，如果拿这个去喂宝宝，后果能想象得到吗？小孩子真烦。你就别嫌弃了，你小时候也那样。都愣着干嘛呀？赶快拿个大碗接半碗水，把奶瓶放进去凉一下吧。快去啊！我们真的是这么长大的吗？原来成长是这么辛苦的事儿。如果我像他那么爱哭的话，我就要恨死自己了。差不多好了。有成就感。是啊，原来婴儿和儿童区别这么大，根本简直无法沟通了。这我得怎么感谢你们？客气什么呀？哎呦，都十点钟了，我先走了。那咱们走。我们走了，大家，拜拜。你们也看到了，小马。就是现在定时炸弹，说不定到了晚上又会爆炸，到时候我该怎么办、啊？也是，要不然你们两个留下来照顾宝宝一夜吧，反正明天也是星期六。不，我们俩留下来行吗？
三个人手足够了。不是人手的问题，关键啊是这有人跳宝宝的需求。你最好也留下来。就是，如果你走了的话，我们俩留下来不是也瞎忙活吗？从刚才到现在，我做的那些事儿，你们应该都记得了。就这么点东西，灵活运用就行了啊。哎，这学校院子会有什么突发情况啊？你留下来的话，不就好应付了？不是我不愿意留下来，是因为来的时候太急了，门是房还没关呢。我妈要睡着了，我害怕会出事，我走了啊。算了，我还是给我妈打电话，让她自己关吧。看你们几个没把握的样子，夜里准出事。你能留下来就真好。都愣着干嘛？赶快打电话通知家里人啊！快。小马婷，昨天睡得好不好啊？好不好啊？最近屁屁尿了哇，小坏蛋，好沉啊，我放心了啊。小马婷，你什么时候撒了尿，通知我们一下就好了。别废话，赶紧过来！没让你们昨天连夜赶过来，就算便宜你们了。没有，都给我吃饱了过来干活，你当野餐呢？行，五分钟做到啊，挂了。干嘛呢？哦，今天事挺多的，我叫几个男生过来帮忙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哎，我也叫几个女生来吧，人多力量大。行。今天呢，就这么几件事儿，吃、玩、拉，大家呢只要分工协作，就能做得有条不紊、从容不迫。女生呢负责换尿片、哄宝宝睡觉，还有吸奶粉；男生呢负责买菜、洗衣服，还有打扫房间。干完活的人呢就负责照顾就行了。哎，谁跟我去买菜呀？我回家来那点一流的水准，不能浪费了啊！哎，我去，这么快就出知心足了，好大胆啊！行。到了，咱再负责买菜啊！嗯，不光是宝宝的菜，还有我们中午和晚上的菜。No problem。哎，这样吧，我负责呢为宝宝喝奶和哄他睡觉。你们男生不够，要不我帮你洗衣服吧？就我一个人打扫房间啊？还有我跟莎莉呢。哎，这样吧，做菜的活呢就交给我，帮你们吃走东。就凭你，我才不信。死豆豆，你这么有骨气啊？那行，到吃饭的时候呢，我直接把你给干。小龙女，那我帮你一起做菜。好，行，分工很顺利。接下来大家分头行动吧。好，走，妹妹，走。有一天属于我的清早地，我躺在他的怀里，记录着平常的早晨，一路上的太阳，出乎校园的欢声笑语，放学的铃声催促我赶快走进你。啊，日记，你是我最真心的朋友。
所有的话都是秘密，留给未来的回忆，留给未来，未来的回忆。Thank you.